嗨，今天是5月16号，我们在防疫旅馆的第11天。那昨天我们有采第3次的 PCR 报告，我查是阳性的。但今天早上，防疫旅馆这边护理站有跟我联络，就是我们明天早上可以解隔了。然后我有问他说，但我还是阳性耶，这样我们还是可以出去吗？他说对，因为你们 CT 值都大于30，那按照规定就是可以解除隔离了。但因为现在我们家就是还有确诊的人还在隔离中，还有健康的人，那我们这样回去是可以的吗？他说哦，规定就是这样，我们只能按照规定走。那如果你担心的话，那你就去找外面的地方住，或者是你们就是做好防护，减少接触，这样，因为规定就是这样，我们没有办法告诉你行不行。那我说那这样不会有传染的风险吗？他跟我说如果你是担心被二次传染啊，或者是传染给其他健康的人，那不然就是你找其他的地方住，因为我们没有其他办法啊，防疫旅馆的规定就是这样。那我有问到就是隔离通知书啊，期间这里防疫旅馆这边呢只会开我们在这边的日期给我们，那我们之前在家里居家隔离的部分，他要我们自己去问当区的卫生所，所以这个之后我也会再去追一下。但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其实都有在反映啊，那我就是如果我隔离期满了，我还需不需要做筛检？政府现在的政策是说不用哦，隔离期满大家就自由了。但如果你是在居隔3+4里面的人，如果你是快筛阳性的话，那你就不能出门，你就要开始你的隔离人生，就这样。那正在居隔的人，你的确诊你是可以透过视讯让医生评估你是不是的，你是不需要去做 PCR 的人。对，所以就是让大家知道现在的政策就有讲。那现在新制的部分就是确诊就是隔离7天期满，再加7天自主健康管理。然后我也觉得蛮好笑的地方是，他说自主健康管理期间呢，要减少接触人群啊，避免公共场所啊，不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。那真的很抱歉，我就住在新北市，在台北市上班，但我就只能搭乘大众运输工具，这点我真的没有办法做到，因为你叫我骑车，太远了，而且这路途太遥远了，也很危险，很抱歉我做不到，我只能坐捷运了，所以只能跟大家说抱歉咯，政府政策是这样，那我们能做的我们尽量做了。那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决定就明天早上就回家，然后我们三个呢还是继续住在同一个房间，因为毕竟呢我还没有隔离满10天，就从我5月7号第一次做采检到现在我是还没有满10天，按理说我要到18号的晚上哦不对，我要到我是7号嘛，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号的晚上才有满，但没关系啊，反正他就放我了，我就回家自己继续隔离起来，就这样。因为我也不知道政府能替我们做的是什么，那我们就是自己帮助自己。那其实蛮多人有说啊，就是就家里要准备备药那些，我觉得这真的很必须。然后还有快筛，我觉得每一户人家都很需要快筛，希望政府可以正视这件事情。然后看到大家一起为了那快筛去排队啊，我真的觉得看不懂现在的政府在干嘛。你怎么会觉得现在的快筛是足够的？然后你怎么会蹦出一句话说觉得贵呢就不要买？那你有想过我们这些在隔离的人，在居隔的人，你就是规定一定要快筛啊，你还不提供快筛，那你说我们怎么样？我们是不能恢复正常稳定的生活了吗？现在外面确诊的人很多，我们知道很难避免，但是没有人想要确诊。但是如果确诊了，我们也是按照规定，按照政府的政策在执行，所以也希望政府可以看到人民真正的困境跟心声在哪里。好啦，那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，我防疫旅馆的生活即将要结束，那也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咯，拜拜。